你们好，我是 Ellie， 欢迎来到 GoEast 中文节目 Beyond Class。 你知道我最不喜欢的工作是什么吗？给别人擦屁股。Michael， 老板看了我的报告以后非常不满意，他让你帮我改一下，明天就要给客户看了。什么？为什么我又要给你擦屁股？老板是不是觉得我很闲？求你了，帮我一下吧。哼，这个工作应该是 Emily 做的吧？怎么你在做？别提了，她去度假了，她的工作没做完，我还得给她擦屁股。你终于给别人擦屁股了，恭喜恭喜。你是不是想死？擦屁股是一句俗语，经常用在工作中，意思是一个人做别人没做完的工作，表达一种不愿意的感觉。其实我经常给 Michael 擦屁股，烦死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、关注和留言哦。我们下次再见。